안녕하세요. 김샘 중국어입니다. 오늘은 아주 기초적이고 실용적이며 짧고 간단한 중국어 표현 150마디를 정리해 봤습니다. 그럼 바로 시작하도록 하겠습니다. 닌 꾸이싱. 닌 꾸이싱. 성이 뭐예요? 닌 꾸이싱. 닌 꾸이싱.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이름이 무엇입니까?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金. 我姓金. 제 성은 김씨입니다. 我姓金. 我姓金. 我叫金星. 我叫金星. 저는 김성이라고 합니다. 我叫金星, 我叫金星. 麻烦您了, 麻烦您了. 피해를 끼쳤네요. 신세를 졌네요. 麻烦您了, 麻烦您了. 谢谢, 不客气. 谢谢, 不客气. 감사합니다. 별말씀요. 你是留学生吗? 你是留学生吗? 유학생인가요? 你是留学生吗? 你是留学生吗? 你是韩国人吗? 你是韩国人吗? 한국 사람인가요? 你是韩国人吗? 打扰一下, 打扰一下. 신세 좀 지겠습니다. 부탁 좀 하겠습니다. 打扰一下. 打扰一下, 让一下, 让一下, 양보 좀 해주세요. 让一下, 让一下, 是吗? 是吗? 그렇습니까? 그래요? 是的, 是的, 그렇습니다.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이게 뭐예요?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저게 뭐예요? 那是什么? 这是电脑. 这是电脑. 이것은 컴퓨터입니다. 这是电脑. 看一下可以吗? 看一下可以吗? 구경 좀 해도 될까요? 看一下可以吗? 好的,没问题. 好的,没问题. 네, 괜찮아요. 好的,没问题. 好的,没问题.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죄송합니다. 부끄럽습니다.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您有什么事儿吗? 您有什么事儿吗? 무슨 일이 있으신가요? 你有什么事儿吗?你有什么事儿吗? 麻烦您一下.麻烦您一下. 부탁을 좀 할게요. 麻烦您一下.您从哪儿来? 您从哪儿来? 어디서 오셨어요? 您从哪儿来? 您从哪儿来? 我从韩国来的。我从韩国来的。 한국에서 왔어요. 我从韩国来的。我从韩国来的。那是哪儿？那是哪儿？ 거기가 어디죠? 那是哪儿? 厕所在哪儿? 厕所在哪儿? 화장실이 어디예요? 厕所在哪儿? 火车站在哪儿? 火车站在哪儿? 기차역이 어디예요? 火车站在哪儿? 就在前边。
就在前边，바로앞에있어요。就在前边。我先走了。我先走了。제가먼저갈게요。我先走了。这个多钱？这个多钱？이건얼마예요？他是谁？他是谁？저사람누구예요？他是谁？您哪位？您哪位？어느분이시죠？您哪位？是这个吗？是这个吗？이건가요？是这个吗？我迷路了。我迷路了。저길잃었어요。我迷路了。我没有零钱。我没有零钱。전잔돈이없어요。我没有零钱。我没有零钱。下趟车是几点？下趟车是几点？다음차는몇시예요？下趟车是几点？您明天再来吧。您明天再来吧。내일다시방문해주시겠어요？您明天再来吧。明天是星期几？明天是星期几？내일이무슨요일이에요？明天是星期几？明天是星期天。明天是星期天。내일은일요일이야。明天是星期天。我们星期天不上班。我们星期天不上班。우리는일요일은출근하지않습니다。我们星期天不上班。留一下您的电话号码。留一下您的电话号码。전화번호를좀남겨놓으실래요？留一下您的电话号码。您的电话号码是？您的电话号码是？전화번호가몇번이에요？您的电话号码是？好，知道了。好，知道了。네，알겠습니다。我听不懂。我听不懂。못알아듣겠어요。我听不懂。你今年多大了？你今年多大了？올해몇살이에요？你今年多大了？我今年35了。我今年35了。저는금년35살입니다。我今年35了。你做什么工作？你做什么工作？무슨일을하세요？你做什么工作？我是公司职员。我是公司职员。저는회사직원입니다。我是公司职员。您的爱好是什么？您的爱好是什么？취미는뭐예요？您的爱好是什么？我喜欢旅游。我喜欢旅游。저는여행하는것을좋아합니다。我喜欢旅游。你家有几口人？你家有几口人？식구는몇식구예요？你家有几口人？我家有三口人。我家有三口人。저희는세식구입니다。我家有三口人。您是独生女儿吗？您是独生女儿吗？외동딸이신가요？
您是独生女吗？对不起，没关系。对不起，没关系。죄송합니다，괜찮습니다。对不起，没关系。跟您打听一下，跟您打听一下。뭐좀여쭤볼게요，跟您打听一下。地铁站在哪儿？地铁站在哪儿？지하철역은어디예요？地铁站在哪儿？在哪儿买票？在哪儿买票？어디서표를사요？어디서표를살수있어요？在哪儿买票？多钱？多钱？얼마예요？地铁站在银行旁边。地铁站在银行旁边。지하철역은은행옆에있습니다。地铁站在银行旁边。再给我们一个碟子。再给我们一个碟子。접시하나더주세요。再给我们一个碟子。给我们一点水。给我们一点水。물조금주세요。给我们一点水。结账。结账。계산요。买单。买单。계산할게요。계산이요。结账。买单。您想买点什么？您想买点什么？뭘좀사시려고요？您想买点什么？您想买点什么？您来点什么？您来点什么？뭐좀사시려고요？您来点什么？您来点什么？您几位？您几位？몇분이세요？您几位？我们两个人，我们两个人，저희는두사람입니다。我们两个人，这儿可以吸烟吗？这儿可以吸烟吗？여기서담배를피워도될까요？这儿可以吸烟吗？这儿不可以吸烟。여기서담배를피우면안됩니다。这儿不可以吸烟，这儿不可以吸烟。吸烟区在那边，吸烟区在那边。흡연구역은저쪽에있습니다。吸烟区在那边。您是第一次来中国，您是第一次来中国。중국에처음오시는건가요？您是第一次来中国？我饿了，我饿了。저배고파요。我渴了，我渴了。저목말라요。您想去哪儿？您想去哪儿？어디가려고요？您想去哪儿？长城好玩吗？长城好玩吗？만리장성재미있어요？长城好玩吗？哪儿好看？哪儿好看？어디가볼만해요？哪儿好看？哪儿有意思？哪儿有意思？어디가재미있어요？哪儿有意思？什么好吃？什么好吃？뭐가맛있어요？什么好吃？可以充电吗？可以充电吗？충전좀해도될까요？可以充电吗？我手机没电了。我手机没电了。제핸드폰에전기가
다 나갔어요我手机没电了怎么办怎么办어떻게해야죠怎么办电话给旁边的人电话给旁边的人전화를옆에있는분에게넘겨주세요전화를옆에분에게옆에분에바꿔주세요电话给旁边的人咱们几点见咱们几点见우리몇시에만날까요咱们几点见咱们在哪儿见咱们在哪儿见우리어디서만나요咱们在哪儿见往右走往右走오른쪽으로가세요往左看往左看왼쪽으로보세요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계속직진하세요一直往前走终点站到了终点站到了종착역에도착했습니다终点站到了几点营业几点营业몇시에영업해요几点营业营业时间是几点营业时间是几点영업시간은몇시에요营业时间是几点早上九点开始营业早上九点开始营业아침9시부터영업시작해요早上九点开始营业营业时间是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营业时间是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영업시간은아침9시부터저녁9시까지입니다营业时间是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出口在哪儿出口在哪儿출구가어디예요出口在哪儿给拍张照片好吗给拍张照片好吗사진좀찍어줄수있어요给拍张照片好吗出发时间是5月6号下午一点出发时间是5月6号下午一点출발시간은5월6일 오후 1시입니다出发时间是5月6号下午1点您稍等您稍等잠시만기다려주세요您稍等您请进您请进들어오세요들어가세요您请进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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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어서오세요어서오세요您这边请您这边请이쪽으로모시겠습니다您这边请有没有别的颜色的有没有别的颜色的다른컬러없어요有没有别的颜色的有没有小一号的有没有小一号的한사이즈작은거없어요有没有小一号的有没有大一号的有没有大一号的한사이즈큰거없어요有没有大一号的你还要点什么你还
要点什么？더필요한거있으세요？你还要点什么？喂，你好，我是张三。喂，你好，我是张三。여보세요？안녕하세요，저는장삼이라고합니다。这是您的手机吗？这是您的手机吗？이건당신의핸드폰인가요？这是您的手机吗？我的护照丢了。我的护照丢了。제여권이분실됐습니다。我的护照丢了。几点了？几点了？몇시예요？几点了？你们送货到家吗？你们送货到家吗？집까지배달하나요？你们送货到家吗？我找你们老板。我找你们老板。사장님을모셔오세요。我找你们老板。一共多钱？一共多钱？모두얼마예요？一共多钱？刷卡可以吗？刷卡可以吗？信用卡드로결제할수있어요？刷卡可以吗？微信转账可以吗？微信转账可以吗？유체스로결제할수있어요？微信转账可以吗？银行转账可以吗？银行转账可以吗？은행에서은행으로계좌이체가능하나요？银行转账可以吗？支付宝转账可以吗？支付宝转账可以吗？알리페이로이체할수있어요？이체도될까요？支付宝转账可以吗？当然可以，当然可以，당연히됩니다。今天真冷，今天真冷，오늘정말춥네요。今天真热，今天真热，오늘정말덥네요。今天真冷，今天真热。你真漂亮，你真漂亮。너정말예쁘다，你真漂亮。您的汉语真好，您的汉语真好，您的汉语真好。선생님의중국어실력은정말뛰어납니다。您会说韩语吗？您会说韩语吗？한국어할줄아세요？您会说韩语吗？您会说英语吗？您会说英语吗？영어할줄아세요？您会说英语吗？我不会说汉语，我不会说汉语。저는중국어를할줄몰라요。我不会说汉语。我不会说英语，我不会说英语。저는영어를할줄몰라요。我不会说英语。这都是免费的吗？这都是免费的吗？이건다무료인가요？这都是免费的吗？我想去这儿，我想去这儿。저는이곳으로가려고합니다。我想去这儿。我要投诉你，
我要投诉你，저는당신을고소할것입니다。我要投诉你。到了，到了，도착했어요。靠边，靠边，저리가，靠边。附近有便利店吗？附近有便利店吗？부근에편의점이있어요？附近有便利店吗？附近有公园吗？附近有公园吗？근처에공원이있어요？附近有公园吗？到机场需要多长时间？到机场需要多长时间？공항까지몇분걸려요？到机场需要多长时间？这个和那个中，您想买哪个？这个和那个中，您想买哪个？이거랑저거둘중에어떤거사고싶으세요？这个和那个中，您想买哪个？您想吃点什么？您想吃点什么？뭐먹고싶으세요？您想吃点什么？您想喝点什么？您想喝点什么？뭐마시고싶은거있으세요？您想喝点什么？这个怎么样？这个怎么样？이거어때요？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저거어때요？那个怎么样？火车站怎么走？火车站怎么走？기차역은어떻게가요？火车站怎么走？这是几楼？这是几楼？여기가몇층이에요？这是几楼？您找什么？您找什么？뭐찾고있으세요？您找什么？您找几号楼？您找几号楼？몇번건물찾고있어요？您找几号楼？我找二十八号楼。我找二十八号楼。28동건물을찾고있어요。能给打包吗？能给打包吗？포장좀해주시겠어요？能给打包吗？你写一下好吗？你写一下好吗？여기에메모좀하실수있을까요？你写一下好吗？您说慢点儿可以吗？您说慢点儿可以吗？천천히말해주시겠어요？您说慢点儿可以吗？你说的太快了。你说的太快了。말이너무빠르십니다。你说的太快了。这是哪儿？这是哪儿？여기가어디예요？这是哪儿？给退税吗？给退税吗？세금환불가능하나요？给退税吗？把您的姓名和地址写在这儿。把您的姓名和地址写在这儿。이름이랑주소를여기에써주세요。把您的姓名和地址写在这儿。你的国籍是哪儿？你的国籍是哪儿？국적은어디예요？
你的国籍是哪儿？你来中国做什么？你来中国做什么？중국에오신이유가뭐예요？你来中国做什么？我的国籍是韩国。我的国籍是韩国。제국적은한국입니다。我来中国旅游。我来中国旅游。중국에여행하러온겁니다。我来中国旅游。你打算停留几天？你打算停留几天？며칠머물예정이신가요？你打算停留几天？三天。3일입니다。您的地址说一下。您的地址说一下。주소좀알려주세요。址说一下。是我宾馆的地址。这是我宾馆的地址。이건제가머무는호텔의주소입니다。这是我宾馆的地址。你有预定吗？你有预定吗？예약은했어요？你有预定吗？您有零钱吗？您有零钱吗？잔돈있으세요？您有零钱吗？没有，没有，없어요。김쌤중국어였습니다。구독과좋아요를부탁드립니다.